今天我们来到熊本，有的是视听人景观的水前寺公园，再吃个米其林猪排，最后再来熊本城走走，跟着我们的镜头一探熊本的美。早安福冈，吃完早餐后，我们就要搭乘 JR 新干线，从博多车站前往熊本。这次九州旅行，我们购买了北九州 JR Pass 三日券，只要台币约2100元，就能搭乘游步院号以及前往熊本的新干线，真的是超划算的选择。六月的九州正值梅雨季节，虽然下着雨，但凉爽的天气让旅程更加舒适。我们搭乘新干线，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就顺利抵达熊本站，准备展开熊本之旅。我们今天要来熊本，然后我们刚刚从那个 JR 下来，等一下要坐四区电车，然后我们要坐到这个吧，水前寺公园，然后它有票价，我要等下一班。在熊本市区搭乘市区电车非常方便，市电各有2条路线贯穿主要景点，单程票价呢约180日元，也可购买日券，当天给无限制搭乘，轻松游遍熊本市区。这里是水前寺程序员，这里离熊本车站很近，然后坐一般的那种道路的那种铁路就可以抵达。所以这里是我们来熊本逛的第一个景点。水前寺程序员是一座环绕池塘而建的徽游式建筑，是国家指定的名胜史迹。而且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阿苏火山的泉水哦。为什么叫程序员呢？因为它的名字取自于东晋的诗人陶渊明，有一个叫什么《归去来兮辞》中的“元日色以程序”一句，大概是这样。绿色馒头在这里啊，有看到吗？啊，绿色馒头。对啊，这是庭园造景。哎，这边有一个出水神社，好，上去看看吧。你看这边有个叫做神水，你看到神水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你看这是神水，它叫做阿苏火山的硬水，而且是长寿的水哦。你要不要洗洗手？我靠，洗澡好了吧？这边有个光复的一个石碑，哦，这个是出水神社在1945年前被火烧了，然后在1973年的时候修复，所以哦，就是所以有什么？川复复工写下光复，意思说重建好的意思。这里可能有一些东西可以买，这有些玉手可以买，你要买吗？还有运气上升，还有什么炼人？你需要炼人吗？你需要炼人吗？何欣啊？要。哦，不需要。走吧，那往前看一下。需要炼人。我老婆在那边不方便讲。还有神酒，你刚好去喝那个神水吗？喝，对，会长命百岁。洗手啊。对。所以你说这有23个吗？道和神社这个，那你去数看吧。25根。25根吗？对。那我要看回放的知道有几根。樱闪车，这应该有开樱花吧？这有一些绣球花，这里面还有，在有一个菜园，很可爱的菜园。嗨，你看这个角度很漂亮，对不对？
很美哈，这个地方这个角度还不错。很累哈。进 WiFi。对，右边。胜利亭呢，位于熊本市区，是来熊本自由行的必吃美食。它曾经被选为熊本县的第一美食，后来呢更获得了米其林推荐。它必点的餐点呢是鹿儿岛的六白黑豚，一起来尝尝吧。今天我们在熊本，然后午餐我们来吃这家的是米其林星的胜利亭炸猪排饭，是从那个八号电车站下车，然后走那个商店街进来，一下下就到了。然后要需要取号码牌，然后等一下，等的其实时间有一点点久。然后就是我们刚刚点了三个套餐，然后他有附这个是应该是麦茶吧，它有点冰冰的，嗯，很冰哎，蛮冰的。然后他就是先上了这个生菜，这是直接吃的生菜，然后这个是大家都说还蛮好吃的。我们来吃看咯，开动。生菜里面有小黄瓜，我来吃看小黄瓜，好咸哦，感觉要配饭了。上菜了，然后这个套餐，这个是六白黑猪腰内肉套餐，然后它的那个生菜啊、白饭跟这个味噌汤都是可以免费续的。这是刚刚抹的那个白芝麻，是可以沾腰内肉。腰内肉，哇塞，好厚的感觉哦。嗯，那它皮很酥哎，然后肉不好咬的，但它没有那种筋啊什么的感觉。它肉也没有那种猪肉的那种腥味，真的。嗯，难怪是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海老特级套餐，这超大只的哎，这个应该是这个酱吧。嗯，那虾子超饱满的，不像有一些就是那个面皮很厚，它里面都是肉，皮很酥，也是很好吃。这个是生姜烧肉，我觉得很好吃哎，它的肉很厚实，但它的酱有点偏咸，一定要配饭。它的肉是很好咬的，然后都还蛮嫩的。这个地方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等一下不要说，等一下我想想。为什么要讲？我知道跟你讲。熊本城。来，我们去看看吧。虽然下雨啊，但这样好像没有味道。你去看一下那边啊。我们今天吃的那个也有卖的。这个，然后都会低下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好，那以后你长大就会懂，对吧？为什么要等我长大？因为我现在不想跟你讲，所以长大以后再跟你讲。这边是熊本城的路口。我们这是在南边的路口，大人800，小孩子多少钱？300块，所以加起来多少钱？5、4、3。等一下，一个大人800，两个一个小孩子300，所以两个大人两个小孩多少钱？2200。我们终于抵达了。这次是哪里呀、啊？熊本城啊！我们去看看熊本城的庙。哇哦，来吧，我先走就好了。来介绍熊本城的历史。哇，你到顶了嘞！我们到最高楼层。
看一下。我们要离开熊本城了，明天我们要去游步院。